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《爱情保卫战》。接下来就让我们请出今天的三对嘉宾，有请。首先要疗愈的是本期第一对情感嘉宾马先生，48岁，来自甘肃，网约车司机；王女士，44岁，来自山东，公交车司机。他们究竟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？你们来节目的目的是什么？这次的场是他来复婚的，我感觉这一辈子离不开他了。我们俩现在这种状况，离婚不离家，对于我来说，对他已经是最大的妥协了。你觉得你们为什么无法复婚？我跟着他没享一天的福，还到处败坏我的名声，胳膊肘往外拐，对他的亲人比对我还好。我现在拿他不仅当妻子，还当恩人，努力改过自新，他还不正眼瞧我。改过自新得犯了多大的错误啊？说说吧，怎么把日子过成这样了？现在算离异对吧？对。对，离异几年？我们是1998年结婚的，2020年离婚的，现在属于是离婚状态。我们也算是比较早的身漂了。我那时候就想着，我们拼搏了几年了，想买一套房子。那时候我们手里的钱已经够可以付一个首付的了，那他就非不听。然后就是因为没有房子，小孩上高中的那一年，他就把小孩给带回去了，我一个人在深圳。那小孩呢，他就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几年就给小孩订了婚，然后离小孩还有3天结婚的时间，他给我打电话让我去参加孩子的婚礼。那是这么一回事，主持人，您说您说。小孩是自愿谈的恋爱，那孩子谈恋爱您做妈的都不知道啊？不知道，那就随口就是在电话里给我说过一声，说过一声。当然我也以为他们没有说去怎么样去再深入的去交往，结果他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就是要结婚了，我就很受不了。我是孩子的亲妈呀，孩子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啊。是是是，我连姑爷的模样长得是啥样我都不知道，家庭背景是什么样我都不知道，你就这样让小孩给结婚了，我就特别难受。我心里是因为这事儿离的婚吗？不是。哦，还不是啊。从给他结了婚以后，他就从来没有管过我们老婆孩子的事儿，胳膊肘总是往外拐的。他挣多少钱都是给他的兄弟姐妹啊，或者是亲戚朋友给他们花了。不管是谁借钱，只要他有多少给人家多少，我们是没花过他一毛钱的。当时是这么一回事，我们两个他也上班，我也上班，他包吃包住，我也包吃包住，攒了一点小钱。在老家呢，我是大西北的，房子都老的不成样子了，土房子。外面下大雨，里面下小雨，所以我给我哥借给他们盖一个房子，是这么个燃眉之急。哦，那后来到底为啥离的婚啊？我挣的钱跟他挣的钱都是他管的，就我妈生病的时候，我就说让他救济一点，3万5万的给我妈看病，他就不愿意，结果一分都没拿，一分钱都没给。是，结婚这么多年，丈母娘生病也不给钱。对，这一气之下肯定离是吧？是。那个时候正好是小孩在高考，我的两个女儿，小的女儿在高考，高考期间呢我没时间去照顾。反正从常理来说，一个家庭出这么3件大事儿哈，就是闺女儿结婚妈妈不知道，结婚这么多年财务不公开不透明，然后丈母娘生病女婿不管，就冲这3件事儿，这婚就算离对了。对，3年前就离了婚了吗？嗯。怎么还没分开呢？中间分开了1年多，一年多的时候，上大学的小女儿给我打电话来，她说妈妈，我在医院里陪我爸爸治病。我就问她你爸爸怎么了，她说我爸爸查出的是肾上腺肿瘤。我听了就很难受，虽然我们已经离婚了，她毕竟还是孩子的父亲嘛，那小孩也不能一直不上学在那里照顾她呀，我说让她来深圳治疗吧，就把她接到深圳来了，然后带着他各个大医院去检查，检查结果就是肾上腺炎，并不是肾上腺肿瘤。哦，我就让他回去，他死活不回去，非要给我复婚，就这样赖在这里不走，自己找了一个网约车在这里开了就。哦，就是这么留下来了是吧？对。那现在两个人还住一起吗？是在一个屋檐下，当时是两个房子里住着。为啥不走了？因为我想着复婚，我以后感觉离不开他了。现在挣了钱交给人家吧。交着呢。说起这个钱的问题我更生气了。我的妈呀，说说说啊。他是跑了网约车，也有流水进账，
每天晚上呢回来就给我看，我一看他那个流水进账呢也就是四五千块钱不多啊，然后出租房租出租车租的也就剩一千多块钱了，然后他确实全部都给我了。但是你看我们开车的人交结交的圈子全是开车的，有出租车有网约车的，平时我跟人家说话聊天的时候，人家也蒙不丁的说一下，哎，我这个月挣了一万多，那个月挣了一万多，我也很纳闷，那你们同样跑网约车的，为什么你们能跑一万多呢？是啊，在我的逼问下，他就是让我看第二个平台，他第二个平台有五六千块钱在上面，为什么要藏起来这个小金库？他的目的还是想救济他的兄弟姐妹们，还有他的那些亲朋好友们。我就说，咱们是救急不救穷。如果说你兄弟姐妹有生病了，我把他接到深圳来，我拿我自己的钱去给他看，而且我还可以伺候他。但是你说因为他穷，你们一个月的给他钱你给得起吗？你说你这样养成了他们懒惰好吃的毛病，就这样的。等于马云现在您还在供养家里的兄弟姊妹，是这意思吧？没有供养啊，说简单的就是结一下燃眉之急。他还败坏我的名声。哎呦呦呦，败坏名声怎么了？怎么败坏名声啊？别哭了别哭了，那是我一场误会。他呢是这么一回事，这几年在老家里伺候父母啊，在这里一个人拼搏。不是的，我就感觉啊，我这几十年了，我就是为父母为孩子活的，从来没为我自己活过一天啊。现在我说我应该轻松一下，过一下自己的日子了。有时候同事们呀约我唱歌呀，或者是聚宴会呀，我也偶尔都会去参加一次啊。就有一次那同事就开着车就把我送到家门口了，并不是送我一个人啊，是送我们所有的同事啊。但是就被我们邻居看到了，就给他说了，但是他要面子，就是我们离婚的事他谁都不让告诉的。那我们邻居也不知道我们是离婚呀，就告诉他，就说你太太在外面有外遇了，给人家谈恋爱了，作风不正了。我拉着他，我说咱们两个去给人邻居说清楚吧，咱们俩是离婚状态，不要让人家误会我。他就非不去啊，最后去了以后呢，他还不讲理，他给人家说我们以前是离过婚，但是我们现在复婚了。根本没复婚啊，现在不是还离婚状态吗？好，那这个原因是不能复啊。你看钱也不透明，然后在别人污名我的时候，你也没像一个男人一样站出来保护我啊，这不能复。还有什么原因不能复婚？他把孩子带走了呗。我就是因为想孩子，老是吃不下饭睡不好觉的，这样我身体是一天比一天差了。我们车队就有一个保安是退休的老中医，他就看着我的气色不好来，就说要给我号脉。我呢我很保守的，我就说男女授受不亲，我就不想让他给我号脉。然后人家把他太太叫过来了，他说哎，我把我太太叫过来了，这样他在这里看着我给你号一下脉行不行。我一看人家太太也劝我，是不是我就让他号了。他号了结果是你这个病很严重的，我也是半信半疑的。然后我就去医院去看了，我看了两家医院，结果都是一致的，就是说早搏心律不齐，就是一会儿跳一会儿不跳的，高的时候就150，不跳的时候就是零，这是很严重的。那中医也看到我心思了，他就说啊，我有一个妈妈，我们是中医世家，但是我把你推荐给我妈，你找我妈去看病嘛，这样好一点，方便一点，是吧？我说我可以，我就找老太太看病，老太太已经80岁了。这老太太因为我的情况呢，她也非常心疼我，把我当亲生女儿一样的，平时又给我煲中药，又给我做那个营养粥，就是让我的身体快一点的好起来。就这样，我就很感激，就认了人家为干妈。慢慢的，经过我干妈就细心的照顾我，身体是一天比一天好了，恢复健康了。我干妈就有一天就跟我说，我年龄大了，不想再深圳了，想回老家去养老去了啊。我呢就感觉人家要走了，我们肯定要表一下心意，对不对？送行是不是？就那一天晚上下了班，我是尊重他，把他叫上一起去送行啊。可是我可以不叫他的。到了那里以后呢，就我干妈跟我嫂子两个在厨房里给我们炒菜呗，然后我干哥就给我讨论我的病情呗，他就想我干哥跟我两个人说话太热情了，当场就把桌子给掀了。你拉倒吧，去了那里让我一手吃这个牛奶，一手吃着一双靴子，到那里了一口一个跟干哥的叫着呢，谁不生气啊？你去人家家里能空手去吗？人家要走了，人家对我那么大的恩情，我连买一个牛奶买一双鞋都不行吗？最后我两杯下肚，把桌子没掀，我就一刹我就摔门出去了。不，两杯下肚，跟干哥喝两杯酒，你闹情绪了？就是他一口一个干哥的叫，我心里不得劲儿。人家本身就是干哥，是不是？我不叫他干哥叫什么？人家跟我讨论病情呢，我为他吗？行，这个确实，反正听到这儿就别复了吧，对吧？那今天为啥来啊？就是来听听老师们的意见。行，那我问问啊，你们现在在深圳是吧？啊，是的。退休之后有什么打算吗？两位？退休之后，我们俩意见还不一致呢。
我就想让小孩考完大学以后，他想在哪个城市发展，我们就想跟着去哪个城市，他就非死活的要回他老家去，而且还必须让我跟着一起去。我们的北方人有一个传统观念，叶落归根嘛，所以我都想着回去搞一个小小的养殖业，安度晚年，就这么得了。你啥都没有，到家里你搞什么养殖业？您这么着急干嘛呀？他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告诉我。他现在是跟我没关系，但是、哦、那一个跟你没关系的人想回家乡搞养殖业，你可以云淡。我不是被他欺负惯了吗？我害怕他吗？他只要说什么我都听吗？不都是，全都是这样的，一辈子都这样过来的。你们听完有什么感受啊？年轻人，就是非常能感同身受。这个姐姐就是因为你什么你就感同身受了？不是。就是这个姐姐，她说她老公在外面的时候脾气不好，摔桌子什么的。我觉得就女孩子一定要找一个能够给自己提供情绪价值的人，要不然生气的话真的身体就出问题。你旁边那个行吗？我旁边那个暂时马上就不行了。你听完我们的故事你就觉得不行了。马上就不行了。就是她是预警的，预备的。她是男生呢，我就觉得这个姐姐有时候确实是挺困难的，有时候心里面有挺多委屈的。那你觉得这个婚能复吗？这个我也说不好。说说嘛，你觉得大哥怎么样？我觉得这大哥人挺好的吧，人挺好的，他不敢得罪人，你知道吗？啊，老好人啊，对对对，来，你有感觉那个大姐这块吗？挺担心大哥了，在他生病的时候就让他回来就照顾他什么的。反观我们这位就是，就没那么用心，我感觉。你旁边那个都没有是吧？反正没那么用心过，我感觉大姐这块挺用心的。哦，从来都没那么用心过，那你得多委屈啊。反正是有点。我觉得这位大哥有些事儿做的还是挺好的，反正比起他而言，我感觉比他负责任多了。就应了那句话，别人的老婆比自己的老婆好，别人的老公也比自己的老公好。哎呀，我首先一个感觉啊，女士，你这个从上场来到现在这个高八度的声音啊，你给自己的情绪那么的不愉快，嗓门那么大，他对身体的伤害，对情绪的伤害，对你生活伤害，我都被他欺负了20多年了。对呀，那你何苦呢？你说你又不愿意跟他复婚，你觉得他一身毛病，跟他在一起尽是受委屈，你还要跟他在同一屋檐下，你何苦和这个男人绑在一起？其实呢，他是刀子嘴豆腐心。哦，不愿意离开你是吧？你吃定他了？嘴里面那样说着呢，心很软的。因为我生病的时候把我那么远的地方接过来。那是人家善良，不代表你就应该在他身边。再一个是我们养个小孩，完美的一个家庭。我再说一次啊，你复不复婚我不管，但是你说不想被这个婚姻绑架，你就始终在绑着你自己。结婚与不结婚，你都被这个男人绑定。我不去给你建议说你是结婚还是不结婚，复婚还是不复婚，而是你要自己从今天开始44岁了给自己松绑。先生，我觉得你现在不就是觉得，哎呀，曾经经历过误诊的一场大病，慌了，觉得得有个人照顾你。前几十年也没太把他当回事，该干嘛干嘛了呗。现在你觉得离不开他了，我觉得表现得不够，你还给人掀桌子，你还藏小金库，哪像把人追回来的样子，你还人家母亲生病不去床前伺候孝顺，还差得远呢。你我没什么建议，想追就用更多的时间和爱去追吧。一个女人为什么要那么大声说话，为什么要那么大声的连贯说话，就是她是得有多不幸福啊。我就看着您，啊，就是您得有多不幸福啊！我先厘清一个事实啊，马大哥，您妻子啊不，前妻，你的前妻现在是单身吗？单身。他可以去和别人恋爱吗？不行。他是单身吗？单身。你不愿意归你不愿意，他作为一个单身女性。他可以和别人恋爱吗？他有权利和别人恋爱吗？回答我。有。很好。这大姐，您单身吗？单身。你有权利去和别人恋爱吗？有。有。咱们先把这个厘清了啊，别弄得好像俩人离了又跟没离似的。那天晚上你去跟你干妈吃饭，为什么非得叫着她呀？我又怕他误会我呀，因为我被他欺负惯了嘛，一直都是。他误不误会你，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我一直在他的阴影里活着，一直走不出来呀。你不愿意走出来啊？你不愿意，你愿意走出来吗？你愿意吗？当时呢，他是直说，回答我，你愿意吗？我也是想走出来。马大哥，我就奇怪一件事儿。
咱家亲戚有多少根眉毛？燃眉之急，对，你一上来就燃眉之急，一上来就燃眉之急，一年燃眉两次，两根眉毛没了，明年长出来再燃是吗？咱家亲戚有多少根眉毛？再没有了。那你那小金库呢？你说你有多霸道？我终于明白为什么一个这么容易满足的一个女人还给逼成这样。今天在现场不住的呐喊，我不要跟她复婚，我不要跟她复婚。您这大男子主义的大字可真不是一般的大呀。大哥，这个大男子主义啊，早都已经不应该有了。无论什么时候，女人都不可能是男人的那个附属品呢，不可能男人说什么女人必须需要做呀，都有各自的权利。你这样一直捆绑他下去之后，你们两个不会有婚姻的。他一直在逆反，你发现了吗？大姐一直在逆反，他非常的不开心。你前妻的干妈和你前妻的那个干哥哥，那是他的社交。对，你居然现场不给你前妻留一毫一分的面子，直接上去掀桌子。因为他长期习惯了没成本。我现在桌子这女人还等于是什么样吗？你等于当着所有的面扇了大姐一个嘴巴。当时我也知道错了，回家以后我给她赔礼道歉。不是你事后知道错了，是有些行为他就不应该做得出来。哎，今儿不是来出气的吗？您气儿出了吗？现在，我现在没力气出气了。我告诉你啊，你把自己过成现在这个样子，就大气儿不敢出，大门不敢出，二门不敢迈的。你怎么了？你自己挣钱养活自己，还给家里面寄钱，然后这个男人对你连财务都不公开，你还守着什么所谓的妇道？你现在是个单身人士，所以。你现在所有的痛苦都是你自找的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因为你所有的事情都能够包容，都能够原谅，你没有自己任何的底线和边界，你不知道什么叫结婚，不知道什么叫离婚，甚至在你女儿的婚姻上也是这样的。妈是不是得给女儿准备嫁妆啊？啊，是不是亲手得给女儿做个嫁衣呀？缝个被子吧？你穿针引线了吗？穿针引线是我代替了，你凭什么代替呀？请问你，所以我没给他。你算老几？你凭什么代替？是你是怀胎吗？我就对女儿愧疚一辈子。你凭什么代替呀？生孩子你疼了吗？就单从这一件事情上，一点都没有把你当人看，连后妈都不如，你还在这忍呢？你不自己走出来的话，没有人能救得了你。大姐，我觉得大哥是改变不了的，所以就看你怎么去选择。我说话说得比较直啊，其实说白了就是在外面也不行，回家能欺负个老婆，就对内的时候特别狠，有雷霆手段，对外的时候碰到什么事儿都躲，扛不起来。您算这样的人吗？有一点吧。有一点啊，我能理解这个。说白了是什么？因为认知不行。我们坐在这儿愤怒，其实在他看来他做的都是正确的，你说他是错的还不认同呢，这我们叫认知问题。因为认知有局限就害了你身边的人。那现在四位老师就是想让这个女人觉醒嘛。别复婚了吧。如果复婚让您不快乐的话，为什么一定要复婚呢？先生，如果你觉得这个女人就是一辈子你爱的一个女人，你就想跟她在一起。对，努力追她吧。好的，努力改变自己。来，谢谢两位，请坐。本期第二对情感嘉宾，小曹，22岁，来自安徽，活动策划；小吴，23岁，来自安徽，项目策划。那么他们又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？你觉得你们的爱情存在什么隐患？他滥情假绅士，身边都是姐姐妹妹的，根本没有把我放在眼里。他太喜怒无常了，就这么说吧，他跟我说过最多的词儿就是滚。你觉得你们俩还能继续下去吗？他如果不让他的姐姐妹妹从他的生活里消失，我就让他从我的生活里消失。能吧，我多让着他点呗，我是个绅士，我格局大。姑娘，他有多少个姐姐妹妹啊？他就是很喜欢在外面认亲戚，然后就是自己家已经有两个姐姐了，天天在外面，这个干姐姐，这个干妹妹的。这然后最夸张的是啊，他把自己的前女友认作自己的干妹妹。你说谁家正常男朋友会跟前女友有任何的纠缠？他倒好，去认作他干妹妹。他
他这个前女友也是一个人才，就是在短视频平台过来关注我，那他关注我了，我就礼貌性的回关一下，我说我看看怎么回事啊，到底找我干什么的，是不是来找事儿的。我回关以后，他就跟我说了一些他们之前一些甜蜜幸福的一些故事。他们俩之前养了一只金毛，他还把那个金毛的照片给我看，你说你看我们之前养的狗，你看可不可爱，就茶里茶气的那种感觉，还说要跟我做朋友，说要一块出来玩。嗯，然后就觉得怎么会有这样的人，他是缺朋友吗，找我玩。然后他给我的态度呢，就是说你跟他去玩啊，你还能对比一下是吧，我对你比我对他要好多了，就这种想法非常不理解。对吧，这就是当时我就想让他知道一下我对他有多好，因为之前确实是不怎么喜欢我那个前对象嘛，我就是想让他做个对比嘛，比较一下。然后他因为这事儿，他还拿我手机去骂我前女友，就是我当时让他去骂他，他就拿着他那个手机，就是那个绘画窗口，你知道吧，让他打字，他那个手啊就在那儿倒，一个字儿倒不出来，就不知道自己的脑子里是夹杂着一种心疼还是什么不舍的情绪，他就没打出来。我直接把他手机抢过来了，我就直接把他骂了，我就说你别来烦了，然后好不容易这样我去骂他才消停了好一阵。你们是不知道当时他骂可难听了，我觉得我一绅士他不诋毁我形象吗，什么绅士啊。所以当时我就去认我前对象当干妹妹嘛。什么叫干妹妹，这干妹妹妹妹是一种什么关系，什么责任，什么义务，就是一纯妹妹。他觉得认了干妹妹就是意思是我跟我妹妹不可能吧，就总不可能正常的来往或者更紧密的来往。对、就是、妹妹嘛，就是打着这种名义、打着这种幌子，可能是我俩想的不一样，因为我只是想让他放心而已。放心你就不联系不就完了吗，就是不联系啊。但是他前女友会来找着跟他联系，就是对他于情未了，我不知道他是真不知道还是装不知道，反正就纵容着这种行为。不是，你这种行为就是不对的，因为在我们古装戏里边先结拜后恋爱这都是套路，你这样的完全就是错的，就是所以说让女孩多想着很正常的。然后他前女友就是还跟他朋友好哥们儿一起玩，就是在他社交圈在活跃，你知道吗，就是让他哎注意到自己的存在，有的时候他朋友发发他们的合照什么的，哎让他时刻记得他还有这么个前女友，然后就很明显要跟他和好啊。然后他就是明知道，我不知道他知不知道啊，我感觉他是知道的，就是装傻呗，就是我知道但是我又不跟你怎么样，反正我现在有女朋友，就搞这种不清不楚的关系。那他介意，那我就没跟他玩了呀。啊，都不说什么干妹妹了，他就是这样一个人，死心不改，还在外面认什么干姐姐。既然有妹妹叫姐姐，咱相互呼应是吧。他有个同事跟他关系也挺好的，这同事好像这两天买一个什么新车，他那同事自己不开，天天他屁颠屁颠的去给人家当司机，去给人家开车。同事之间嘛，相互帮助不应该的吗，刚买的车呀他也不熟悉，一个女孩子嘛，我觉得这是我一个绅士绅士。就是他还说开他车是吧，去上下班还能省省路费什么的。你脸挺白的啊，你骂我的吗，你是不是天天开人家车就是屁颠屁颠当司机。就这个姐姐有一次吧，我们一起出去玩，她就买了杯冰水，然后她特地把那个水啊就在手里在那捂啊捂啊捂，认识用手心的这个温度啊给她捂热了给人家送过去。这个情况是你女朋友在场吗？我在场。你在场啊、哦、我们一起的时候就完全无视啊。然后就是他还经常晚上出去跟人家玩桌游什么的，一玩就一宿，然后他也不想着陪我出去玩。我还听说他给当时那个女同事每个人泡了一杯什么枸杞玉米茶，跟我说养生。都是女孩吗？都是女孩。也有男孩，也有男孩。我觉得男孩你给泡了吗？那我不能光有女同事和也有男同事。你给男孩泡了吗？给男孩泡了，那肯定都泡呀。他说是这么说，他说有男孩，谁知道有没有男孩呢？每次都说出去玩有男有女，到底是有男吗？就你一个男的吧？为啥女生不跟着去啊？反正有男有女。他不让我去，他说工作场合不要带家属，就这么说的。因为他们都没带嘛，那我一个人怎么好意思带呢，对不对？姐姐妹妹说完了，还有谁啊？他平常的兼职是干模特的哦，然后模特的话呢，就会有一些些许的那种女粉丝，你知道吗？然后女粉丝呢，就是会约他出去玩，哎，然后他出去玩，他也不带我，就是刚刚一样的说辞，我要在外面立一个单身的人设，这样的话我才能有更多的人喜欢我什么的，然后跟我说有男有女，我就让他去了。然后他动不动的还在他那个粉丝群里边，就是发自己的一些健身照啊，然后什么自拍照什么的，就洗个澡都要拿手机过来，就是哎手上都沾着水呢，看呀有没有人夸我，就极度的这种自恋的情绪，觉得自己长特别帅，然后看有没有人夸，夸了以后自己心里清楚就行了，还跑到我面前来说哎你看看别人都夸我你都不夸我。
就是你觉得你长得帅，你有张、哎、你有人家张瑞老师帅吗？我长得张瑞老师比我帅、哎、张瑞老师评评理是不是？如果是你的话比我帅。不是这个东西我觉得很正常，在那个任何的行业包括我们这个行业，恋爱都是自由的，都是公开的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些东西我觉得没必要，最重要的就是你有女朋友就好，对你的女朋友就好了。哎，你怎么不讲话了？没话讲了？老师我跟你讲，他就平时就这样强势，我就说不过他。他每次吵架的时候就不讲话，就在旁边感觉很委屈的样子，委屈巴巴的，好像全世界都在欺负他一样。然后该干啥干啥，哎，该干啥还是干啥。他还给那个粉丝群里面每个女孩子就是买一些什么小礼物什么的。我是怎么知道的？他没有告诉我。我拿了一个小号，然后到他们那个粉丝群里，我就去关注了一下送的是什么礼物，就是那种什么手机壳呀、公仔什么的，非常贴心啊。手机壳上还印有他名字啊，什么他们那种后援团的什么名字，然后给每个人都送。然后我跟他前段时间一周年纪念日一声不吭，什么东西都没送。人家女孩在朋友圈就是转账鲜花什么的，我是什么都见不到。那是不是上班累了回来忘了，或者后头给你补上，你就不要了？事后跟我说你要不要，你要不要，别问，问就是不要。你可能更应该多一点的去体贴你的女朋友吧，不要把心思放在那些方面吧。就还有一次啊，我们一起出去玩，一起旅游出去玩，有个女孩子上衣穿的比较短比较少，她就自告奋勇的，哎，把自己的外套去脱给人家穿了。她都没有跑过来问我说，哎，亲爱的你冷不冷，跑过去给人家穿了。你怎么想的？人家没有男朋友吗？要你操心，跟你有关系？那我当时看他穿的多呀，人家过来找我要衣服，我能不给人家吗？那是不是女生你惯的呀？他做这些事情没有后果呀？因为他每次都说工作需要，工作需要，道德绑架我。他不是道德绑架，我就觉得特别奇怪。我不觉得他是气愤，他今天他特别享受，不是他今天是我得一宝，我给你们讲讲我这宝多好啊！我这宝既有干姐，还有干妹妹，但凡是女人往我这宝身边一过。就聚集在我宝的周围了，我是多么的喜欢我这个宝，这是你给我的感觉，姑娘。但是我真的没有听出你语气里面的任何气愤、愤怒，或者说在一段情感当中我被受伤了的感受，我听到的全是赤裸裸的炫耀。我不知道你们听的什么感受啊，反正我就觉得那个就是异性方面嘛，我挺理解这个小姐姐的。啊，我们现在矛盾就挺多，就是因为她的异性的。啊，对，你看好嘛，你是有很多弟弟和哥哥吗？不是啊，误会是吧？就纯属误会，就是他不信任我，那就是还是就是跟异性的比较过多，就是他想太多了啊。我不知道严老师你们听什么感受？他要真气的话，我就说最简单的例子，你就当面训他，很严肃说一次，再有第二次再见，这就叫有后果，让他知道有后果，他就不敢了。男生对女生一是因为不够爱，所以看不见，所以不尊重，所以女朋友在旁边还能。一年多了，然后每次他就还是心软，就是会原谅他，因为你在他身上能找到自信。
如果你一直在这样的一个感情的价值观当中继续沉沦下去的话，那你未来遇到的都会是渣男。为什么？因为你非常没有自己的边界和底线。有两点，一个是跟前女友联系还认干妹妹这件事情，还有一个就是在外给自己立单身人设这件事情。就是这种事情它不是可以包容和原谅的，它不是通过一个道歉或者祈求，哎呀我错了对不起，就可以再继续关系的。如果这种事情都可以被原谅的话，那未来等着你的，你就会遇到一个又一个的渣男。所以在这段感情当中，我不管何去何从，我只提示你这一点，注意不要让自己变成西渣女。我虽然刚才那么说你啊，但是说句实话，在这个岁数谈恋爱本身就是这样的，双方都很优秀，但是有人没有成熟，不知道怎么去管理，不知道怎么去画边界，甚至他说那个话，我觉得他说的有一部分就是实话。我绅士啊，我不应该这样，这也是他的认知。你应该没有实际跟女生发生过什么东西，对吧？对，以你们现在的这个年龄和这个，你要求一个22岁的男生懂得什么叫珍惜，什么叫边界感，22岁的时候你懂吗？不懂。22岁你懂吗？咱们扪心自问，没人懂。你到了一定岁数有边界感的时候，你认为是，你现在跟他说中央空调这概念，他打心眼里一定不服气。我没跟这姑娘干什么呀，我怎么了？他穿的衣服少，我给他披了件衣服，我不觉得干什么。但是在有情感经历和经历过的人看来，这件事情越界了。可是他那个年龄他又不认知，这就像为什么那个大姐走不出来，为什么那个大哥觉得自己总是对的。就是我们的认知到达哪个边界的时候，我们做事就是到达什么边界。就这个，你要是严老师也好，还是莎娜老师也好，就你男朋友刚才你列举的随便一件事儿，足够杀无赦了。真的是在你那儿还笑着讲哈，风轻云淡，这就是你们这个年龄阶段谈恋爱的样子，必须要从这儿经历过走过来。但是我跟男生说一句，咱们总得成长，对吧？就今天老师们说这些问题你要注意了。但是借着川哥的一句话说啊，不管是弟弟还是妹妹啊，我们都是一样的，我们的样子都永远都会老去，我们永远不可能是现在的样子，现在的状态。但是当我们老去了之后，我们还剩下什么，是在这儿。所以说接下来的日子，除了这方面我们敷敷面膜啊，保养好自己之外，这一方面也是很关键的，对不对？我们内核的东西更关键，好不好？才能让你更长久的魅力。所以这是你们谈恋爱的样子，就记住就好了，不要轻许诺言，一步一步慢慢来，一定要自己的底线要求。姑娘，就是这就是我的底线，突破咱就分开，别这么拉扯。男生也一样啊，你别老觉得那个事儿不是个事儿，重新提高认知吧。懂了，好吧，行，谢谢两位，请回。谢谢老师。本期第三对情感嘉宾，小文34岁，来自天津，业务员；小美32岁，来自天津，待业。那么今天他们又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？对方有什么缺点？太自以为是，觉得条件比我好很多，特别功利，总想跟我去条件。之前觉得他是踏实过日子的人，后来发现他脑子里想法也挺多，跟有些人边界不清。对方表达过什么态度最让你寒心？他说过遇到更好的会奋不顾身双向奔赴，他拿我当做退而求其次的选择。哎，啊，有点意思啊，30多比你们岁数还大呢，说的话跟你们也差不多那意思。发生了什么？就是我跟他在一起1年多了吧，我就是到了这个年龄了，想结婚了，但是我发现他现在就觉得我高攀他了，他在跟我谈条件，就是跟做交易一样，没有诚意。不是那意思，我就是想让他更多去珍惜我，因为当时谈恋爱的时候我就觉得他那个挺懂事的嘛，因为我那边那个本身就自己之前买一套房子是150万，我就想在他那个结婚之前，然后把那个当初我买房子市值的75万转给我，他那边也不用那个赔车赔价之类的。因为我这边就觉得那个婚姻是那个经济的一个契约，然后我们是在共同经营这段感情，是想经营的更长远，所以说对谁都是一个公平公正保障。没听懂什么意思呀？他就是想说他自己之前买一套房子，现在就是谈论经济这事儿，想让我把这个75万，就是房子一半的这个钱掏出来，他才愿意跟我去谈论结婚的事儿。他当时怎么跟你说的呀？就是当面说的呀。
我感觉他就是在算计我，就是他总觉得我在跟他赚那70万块钱似的，不是那意思，就是因为这是一个公平公正一个保障嘛。我对咱俩的未来比较自信，所以说我感觉这个钱放在咱俩这谁都是一样的，都是咱们的共同财富。他就是太功利了，一直在给自己找退路找保障。婚前都这么 A 制给我算那么清楚，婚后的话我还能指望他？不是，我这人就讲公平公正，然后那个但这件事我也得占个理，因为他这边就是从小嘛，你像那个女孩子的话都是那个就是被宠大的，然后他跟我之前也提过条件，就是婚后尽量不做家务什么之类的。是，我也理解这些，这些我都能答应，我现在就提出这一个要求，对吗？这个条件有什么不可吗？就是不可以。那毕竟是咱俩共同的家呀，对吗？那如果说是你们，这不是算是夫妻共同财产吗？如果是你自己的呢？150万都是你自己，这房子都是你自己，还愿意跟他结婚吗？不是，我跟他，我就是想让变成我们共同财富嘛，加上他名字，房产证上。所以他那个逻辑挺有意思的。对，家务呢，我可以全都承担了，房子是我买的。为了我们俩能够更好的体现我们经济合在一起，您出75万，你得出钱，是这意思吧？对、啊、听懂了，听懂了，就是我们在共同经营嘛，这段婚姻是。我补一下这问题啊，如果说这房子不加您的名儿，这75万您留着，这老公你嫁吗？不嫁，我觉得我亏了。所以你的想法是75万你留着，房子上还得加上我的名字，我才嫁给你，是吧？对啊，我觉得他是个男的，婚姻上他就应该承担经济大头，女人负责生育成本，就本来也就很公平公正的。是这么回事儿。然后你未婚夫的这个条件就是，房子上我可以加你的名儿，但是你得补我75万块钱，对，是吧？在共同营造嘛，啊，算账算挺清的。就反正挺算的啊，这叫追求公平，是吧？女生反而觉得不公平，你还说她功利，她怎么功利啊？她就是感觉就是钱上嘛，跟我分得特别清。她是业务员嘛，她做了有一笔那个项目完成之后发了一笔项目奖金，然后我就想让她给我买一个包，然后她的微信上的确给我转账了，我今天也把这个聊天记录带来了。我们看聊天记录啊。好家伙。对。是啊，我这边给他转账也买了。对，你们人家老是说说，哪有说就是说这个，如果说万一不在一起了，分手了，还要把钱退回，这不就属于太功利的表现吗？言听计从吧，给你买了吧，对吗？也给你转账了。我现在就感觉他是在给我洗脑，在这控制我，他就会想就是说想把我绑定，就赶紧跟他结婚。如果分手了之后，就是钱给我算得特别清楚，我把所有钱都还给他一样。这件事是一码是一码。我们俩平时约会的时候嘛，像这么看电影、吃饭之类的，包括旅游，这边都是我来掏钱，这我负责，一个男朋友责任，我该尽就尽了。但是他现在是主动找我要钱，所以说我就得让他做一个保障，因为之前我这边谈过女朋友，那吃过这方面亏，付出了不少，到最后是所剩无几也是啊。所以说我想给自己有一个保障。你讲你的保障，我的保障在哪哈？我跟你在交往期间，我付出的青春，我对你的好就不再付出是吗？你怎么评价你女朋友？你觉得女朋友什么样的性格？是个什么样的人？她有时候就是比较冲动，就主意特别正嘛。啊，然后您不知道那个，她这边呢，就是之前是干那个幼师嘛，工作也好，然后收入稳定，自作主张也不跟我们商量，这就裸辞了。你为什么辞职？因为我之前干的那个幼教是从早到晚，就是从早上7点吧，一直到晚上7点，都是在忙工作，甚至就是下班之后到晚上就是8、9点钟吧，还会有家长给我打电话过一些孩子的一些事情，然后觉得挺累的，然后工资不算太多，所以说我就想提升一下学历，找着份更好的工作，以后赚的钱能够多一些，然后婚后的话如果和他在一起，给他也能减轻一些经济压力。哦，所以你要是再去读书是吗？对对。还什么以后，我就现在都不稳定，对吗？他就是目标，咱俩想法又不同。他什么都只看，他就是想赌明天，放手一搏那种。你都不踏踏实实努力奋斗，今天你怎么期待明天，对吗？给我的感觉现在就是他就是像我的父亲一样，就觉得就比如说他觉得他这个孩子学习成绩不太好，就别再学了，就赶紧的，对吧？找个份工作，多挣点钱，挺好的。但是你怎么知道我就学不出来呢？你得踏踏实实稳中求进，你现在连基本生活保障都没有。其实有些方面呢，我不是经济上面看得特别重，他就是现在也不太让我安心了。不安心为什么？我当时跟在一块就图他是好好过日子的人，当时其实他也挺乖巧的感觉，然后有时候也挺暖心的让人。但是现在他有些事情让我就是感到很有危机。您不知道他那个之前初恋吗？现在出国了，就是在英国天天俩人就是还一直联系着。
比较可惜的是什么呢？那边为了倒时差，天天叫我起床，跟他问候早安之类的。然后还有就是什么呢？我们之前也探讨过这个问题。我问他，你之前交往过几个男朋友之类的，或者有什么情感方面经历吧？他也不跟我如实说，就支支吾吾、避讳那种。因为我个人觉得，那些根本就算不上前任，就是我一些情感导师。我们之间都是比较清白的，就是像朋友之间聊天而已，就是在网上聊天，没有做任何越界的事。他就是想太多，不信任我。他们能帮他解决问题，在座这几位才是情感老师，你那些就是一个精神伴侣，他完全没在帮解决问题，反而制造更多矛盾。你就说你能不能把他们删除吧，把这些个就是前男友也好，或者是初恋也好的，我不可能把他们删除的。哎，我好奇的问一个问题啊，你的男朋友有一个初恋的女友，假设啊，每天给他问早安、午安、晚安。你要看到你介意吗？如果说只是限于就是微信或者说像朋友那样，没有做任何就是情侣之间这种越界的事，我接受啊，就没有什么大不了的，就是朋友。我觉得一个朋友，来，就是纯粹的朋友。我问这个年轻的姑娘，来来来，你怎么看？就是一个男孩早上问你早安，中午问你午安，晚上问你晚安，很明显对我有意思啊。你确定是对你有意思吗？那不然他在这干啥呢？我觉得反正就是不清不楚的这种暧昧的关系。那我问问你男朋友，来，你觉得呢？那个男孩肯定有问题啊，我肯定受不了那个男孩。男孩有什么问题？就是肯定对他有意思啊，或者是有想法呀，想追他这种。那你女朋友穿的衣服比较短，然后有一个男孩把他的衣服给女朋友披上了，什么意思？这个就很绅士嘛。所以你看，事情不经类比。对。来正式的回应一下你男朋友刚才说那个问题，初恋在英国，为什么给你倒时差的问候？就是因为我跟他之间呢出点问题，因为我跟他聊天的时候发现，我跟他分享一些我工作中或者生活中一些日常生活，每次跟他微信聊天的时候发四五行字嘛，然后他就只回我一个字儿。不是，我也在忙好吗？表情包，对，他就在表情，他一天到晚忙到晚，你就没有陪我好好聊天的时间。我忙的时候大多数我们约会，所以说我就会想，他们都是男的，更了解男人，我就会问我跟我男友之间到底出现什么问题。我希望就让那些情感导师帮我。不就是你的初恋吗？对啊，就是和你的前男友吗？对，就是初恋。那怎么成了情感导师了呢？就是情，因为我们之间就是聊一些我和他之间的事儿。就是你把你和你男朋友的事儿摆出来，让你的初恋在英国倒着时差给你讲你们俩谁对谁错是吗？我觉得这聊不出好来呀，这越聊你们俩毛病越多呀。所以我很介意这些嘛。是是是，该介意。你就想嘛，爱情有一个本质嘛，就是克服各种困难来陪伴你，这是爱情的本质的一部分嘛。那个就是克服了时差的困难陪他聊天嘛，还挺危险的。该介意该介意啊。接着往下说吧，女生。你开始跟他交往的时候觉得这男生怎么样？我一开始觉得他长得挺帅气的，然后喜欢健身嘛，生活比较自律，然后性格也是那种就是说比较活泼看比较阳光的那种，生活比较积极向上。我之前一直把他当成我的真命天子，他喜欢健身嘛，然后我不太喜欢健身房的地方，但是我为了能和他在一起的能够多一些，我就经常跟他在一块健身。他主要就是想盯着我去的。不是，我是因为爱你想跟你在一起。那你也没练好对吗？那个时候我会就是把自己的双手吊到他的那胳膊上，然后他带我做蹲起。我发现他这个健身呢，他并不是因为他生活自律，为了他身体健康。因为有一次他那个单位里面那个聚会嘛，还拿这说事儿。你看现在这本来就是，这本来就有事儿嘛。当时他自己在上面居然就大秀身材，然后居然还有那个女同事为了调节气氛也是把双手吊在他的胳膊上。我觉得这些是我专属动作，是我作为他的正牌女友该有的动作。您几位说那动作算过分吗？也没有什么过多接触之类的对吗？再说当着你面也没藏着掖着的对吗？有什么见不得人的？你装什么戏啊？这样背着我还不知道你们俩做什么事儿了。问心无愧，不是人家这边是女同事，然后客串的那个就是主持人之类，当时年会嘛，为了高兴就一个娱乐项目，你不能让人冷场，回头都是一个单位的对吗？他又不见低头见，回头再尴尬之类的，以后不好处啊。我这还是咱为咱未来着想，你要说工作不干不好了，以后挣不着钱怎么养活你？所以你们俩今天来为什么呀？我现在就是想跟他谈谈，就是说结婚还能不能就是说把这事解决好，商量好了。解决什么事儿？
就是谈结婚这件事儿啊。你要还跟他谈结婚的事儿啊？对对对，哦，就希望他就是说能够好好。那现在结婚有几件什么事儿需要谈，让我们听听吧。其实我感觉就三件事儿啊。首先来讲就是经济房子问题，这得需要也是慢慢磨合一下嘛。还有一个就是这个，就是以后生孩子，生多少，什么时候生，生几个？你打算什么时候要？就是先结婚嘛，结婚之后的那个，一两年之内吧。这个行吗，姑娘？可以啊，问题是现在我感觉就是结不了婚的，就他这个态度。第二啊，第三呢？就是他那个，他所谓的情感导师对吗？我感觉是精神伴侣那些问题，藕断丝连之类的，对吗？那我肯定受不了。好，能断吗？我不会断的。为什么不能断啊？他不能陪我，当然得有一个别的，对吧？陪我聊天了。不是这个不能陪，你就得再找一个，那不这不就脚踏好几条船吗？没有啊，因为我觉得我和情感导师们没有做过任何越界的事。那你就跟什么叫越界呀，姑娘？就比如说越界不是你界定的，是他界定的。不是你跟你的情感导师从精神的这个导师变成真正在一起不好吗？太远了，不是，哎，你不要污蔑情感导师好不好？我问一下，关于他那个150万的房子，你不想给他75万，就想往那房子上加上你的名字，就这件事情，你的情感导师是怎么说的？他说，作为一个男的，就连那个鸟都知道，就是说婚后那个雄鸟要筑窝，就为了给那雌鸟，对吧？下蛋去。他作为一个就是。高级人类，这点思想觉悟都没有啊！行，明白了，明白了。你的那位情感导师等于是没说他任何好话，对吗？对呀，他做的根本就不对，怎么能说他好话呢？行，明白了。好，女生她提了三条，你有什么条？我觉得结婚第一，他必须得无条件的房产证上加上我的名字。哦。还有，如果说婚后我因为生育问题没有工作，必须得把所有工资卡上交，不能说自己藏着掖着给我算分的那么清。第三件事就是，他必须得每天得保证拿出多长时间来陪我，不能那么敷衍我聊天，得给我提醒我情绪价值。听明白了，来，能做到吗？先说第一条，第一条是做不到啊，第一条做不到，我还是认为我们是在那个。第二条，那就是不爱我。第二条能做到吗？第二条，那等婚后再说。问题现在第一条还没磨合好，我感觉。第三条能做到吗？第三条肯定能做到，因为现在陪的时间就不少了。说来说去不就75万的事儿吗？哎，75万给了你之后，你这75万放哪儿啊？就我们俩共同生活用，我也不说占他的便宜，也不说挣他钱之类的。我感觉这个房子这个事儿太离谱了，那难道去扯个结婚证9块钱都要一人 A 4.5块吗？就是算得太轻了啊！就是反正两个人相爱，加上名字什么这些无所谓的。哎，要是你男朋友把那些外面都断了，房子不写你的名儿，你嫁吗？那不行，那还是也得写。那婚后的工资也得交给你吗？那这些都是我觉得是对吧？男生在这个关系中承担这个经济的稍微多一点，这个是没有问题的，对吧？就太抠门了，就觉得这不爷们儿。我就觉得这哥们儿跟我差不多吧，跟你差不多什么意思？就有些地方嘛，比如说就跟同事互动啊，那我有时候就是挺理解他的。在你们的身上充分的说明了，人都是自私和趋利的啊，只照顾自己。我觉得女生其实你需要的是一个男人，他是全能的。他又要提供你随时需要的情绪价值，又要提供你认为对方应该提供给你的经济价值，怎么去找那么一个完美的老公呢？你的解决方案特别简单，找不到吧？我找个情感导师呗。我感觉我跟那个情感导师真的是没有做任何越界的事儿。但是你要进入婚姻啊，进入婚姻意味着只能有一个亲密的人，一个，这叫婚姻。你要两个，那你不是脚踩两只船吗？所以我觉得你根本就没有要到婚姻的状态。我再说你另外一个价值观，你说那你就应该无条件的加上我的名字。我觉得可能很多男孩子会这样，但是那是一份很牢固的彼此无比信赖的情感。你们有吗？你这还跟别人情感导师呢，他会给你吗？男生也一样，当你提出说咱俩结婚吧，你给我75万，你这婚就结不成。年纪轻轻干嘛要这样去考量爱情和婚姻呢？既然爱情没有那么浓，既然情感没有到结婚的份儿，咱别勉强，继续谈着，继续处着呗。你为什么跟他那儿要75万押金嘛？对，是不是押金？不能那么说，主要也是我想去应聘经营嘛，考虑的一个共同保障之类的。然后你为什么要无条件他房子加你的名字？
我觉得他是个男的就应该压他见出来吃吧，他对他应该的啊，压物嘛。两口子到最后人有旦夕祸福的那个瞬间，你看着你身边的那个人，你会知道不怕。但是您这二位不是啊，真要是有一天有旦夕祸福了，看看身边那位，这医药费要超过75万可怎么整？你这个药对吧？所以你们的信任是有上限的，而且你们的信任是不牢固的。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会不会分手，但是我认为你们两个现在结婚这事儿暂时不用太考虑。前男友是情感导师这事儿我觉得真的挺逗的，就是这事儿你觉得没问题，那很简单呀，你男朋友也可以找一堆情感导师啊。你试想一下，你男朋友的初恋告诉他，我告诉你这女人现在不爱你，他压根儿不想掏这75万，他就是不想跟你过一辈子，他一点都不想为你改变，他都不想做家务，他就是不爱你。你觉得怎么样？舒服吗？不舒服。啊，你还觉得你没做越界的事儿吗？就是我觉得就是像朋友一样聊天。你没有前女友是吗？有吗？有啊。有啊。好，明儿去找个情感导师，你怎么做我怎么做，让你什么叫感同身受。就是聊聊天，我们没做越界的事儿。你看看你心里舒不舒服？你看他的眼神就已经在白他了，就觉得他受不了了。这是第一点。 对， 对，所以就说啊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。第二点，你们知道什么是婚姻吗？我说婚姻是什么呀？没有血缘关系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，父母是共同的父母，孩子是共同的孩子，财产是共同的财产，然后两个人一同送走父母，养大孩子，迎来终将老去的人生。每一段婚姻都是生命对生命的托付，现在让你们把这个婚姻搞成了一笔交易，要么你掏钱我写你名儿，我就不掏钱你必须得加上我这名儿。我觉得你们压根儿不配结婚。哦，还有一点，就是他说要包这件事儿的时候，那个男孩在下面写着说，如果以同意以上就收款，他就把这款收了。你不给他删上去，你还把这钱收了，好像谈合作。这两个人就是买卖嘛。因为当时我真的就是那段时间真的很喜欢他，也是想跟他。所以你为了一个你喜欢的包，什么样的代价和什么样难听的话都可以接受和付出？不是不是，因为我喜欢他会找他要包，如果说我不喜欢这个男，就算他主动送给我也不会要的。对不起啊，你这逻辑不对啊。我喜欢他所以我找他要包，你喜欢是他的荷包还是喜欢他？我喜欢他呀。那你为什么要找他要包？这是个什么逻辑？这是个什么逻辑？我就想试探一下他是不是足够爱我，是不是愿意给我付出。他刚才说了这么一目的，我当时就是喜欢他，我想试试他爱不爱我。嗯，对。然后他呢给你转了账，然后下头加上那一番话之后，你觉得他爱你吗？好像有点不太爱。那你怎么就把钱收了？你已经试出来他不太爱你了，你怎么就把钱收了？因为我当时就觉得他以后可能会就是会慢慢改的。谈恋爱能这么谈吗？这个还需要谈吗？这不都是根据他的日常消费行为，我们可能吃了一顿饭，谈了一部电影，通过这个东西了解这个人大概是什么样的吗？所以你们好好想想，我是觉得不合适。哦，真的不合适。就是在他们的爱情里面，你至少看到爱情原来那个样子，瞎胡闹，追求要在一起，在你们的这段关系里面看不到。你们俩好好考虑考虑，咱先别谈结婚了。谢谢两位啊，来，请回请回。谢谢你们三位，请回。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，欢迎登录优酷视频、腾讯视频、爱奇艺、搜狐视频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。那么结婚20多年的这对离异的夫妻，他们还会出现在我们的舞台上吗？来，请开门。好。没有。挺好。人大姐没出来。觉醒了。我觉得先生其实今天这个结局是最好的，解除捆绑，各自开始自己的人生。如果你真爱这个女人的话，自己就好好的生活吧，
让他和你的两个女儿不要再为你操心了，好吧？好的，谢谢你。很遗憾，请回。对，我觉得好事儿，至少女生觉醒了吧，特别好，特别好。接下来这对小情侣，谁是看好的？谁是觉得他们会出来的？不看好，但是我觉得会出来，会出来是吧？对对对，不看好，就这个恋爱还没到分手的时候，是大家觉得。来，我们看看他们怎么选择，请开门。哎呀，也不牵手嘛，没关系，牵一下合约签一下。既然出来了，就接着谈呗。来吧，我们见证他们的开心时刻，各位请见证。各位老师有寄语吗？我就跟小伙子说一事儿啊，以后呢，少有几个姐姐妹妹。给，能给，可以是吧？给。啊，那我再跟你女朋友说一下，万一分手了，别接着给她当姐姐。对，别当干姐姐干妹妹。好，谢谢两位，请回。最后应该是开门不出才对吧？对，我们可能都是这么想的哈。对，但是人家会作何选择呢？我们来，请开门。我们的工作很有有成果吗？对，我觉得是为了他们将来更好。好了，要再一次的感谢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收看了又一期的爱情保卫战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谢谢大家。